家好，我叫你罗大叔，我名字姓韩，爱吉人，在历史大大学学习汉语已经3年多了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虎这个字很漂亮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在中国，虎是幸福的象征。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把虎字记在心里。我们一起来看你这个虎。很好啊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